我师父年纪大了，喝酒就免了。嗯，那就有劳吕先生。好啊，来，干杯！各位，干杯！ 大家又都是朋友，啊！把人交出来，不就皆大欢喜了吗？啊！对对对，日本人待咱们不薄，这些年对我们非常照顾，是吧？是啊。李先生，对杰森的事情，我表示遗憾。不过你也明白，这不是个人恩怨的问题，生意就是生意。我明白。如果允许的话。 我想离开一下。你要干嘛？啊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我想去方便一下。，陪吕先生，别让他走丢了。 都别动，把枪放下，放下。师傅，对不起，让您受惊了。大宝，快去找路亚。 都找遍了，就是没找到路牙。我也没发现人。快点找，别让他们跑了。好。哎，路牙在车上，追。 三哥，拿着。三哥，别怨我，都不怨我，都是他们逼的，都是你们逼的，都是师兄逼的。但三哥，
我把龙头棒给您拿回来了，拿回来了。下去。 让出一条路来，否则我就打死他！哎，我说你那枪拿石岩长了，手不抖啊！你说你一个日本的女娃，不在日本好好生孩子，跑到中国来趟什么浑水啊？她趟的不是浑水，她趟的是血水。都说君子懂得怜香惜玉。 况且你我有同床之情，请你给我让出一条路来，否则我就打死他。可惜，你不是淑女，我也不是君子。陆阳。 石川先生，石井先生恐怕回不来了。回不来了？为什么？发生了什么事情？刚得到消息，石井先生曾与中国帮派合并，在同乐板斧上和四大帮派的头领同归于尽。同归于尽？这是谁干的？ 我们正在调查，目前还不知道谁是凶手。到现场时没有见到其他人，童老板受到惊吓，也卧床不起了。还有什么？美智子小姐也死了。报告！这是怎么搞的？他们是日本侨民。你对我得有个交代。吉川，我跟你说过要约束好自己的侨民。 但你说那是他们的个人行为，与日本当局无关。敲打死！你不要高兴得太早，我们走着瞧。哼！石井这个混蛋。 我们布置的这么周密，也有四大帮派的帮助，怎么会全军覆没？那少佐，我们要不要上报司令部？上报司令部怎么说？就说我们安插在帮会的人全都死了。那么还能怎么办？打碎了鸭王肚子的盐。 这么做，那可全都是为了你呀！才走到今天这一步的，如果要是杰森知道是我出卖了他，那可是会把我千刀万剐的呀！这个时候，吉川先生，只要你能救我，救救我！如果你办事得力的话，上海滩已经是你的了，还有个着火机会你吗？我只跟强者合作。吉川。 你可不能这样过河拆桥啊！你们日本人不能这么背信弃义的吧？你是个叛徒，日本人对待叛徒永远都是很卑鄙。我想杰森和李文才很快就会发现端倪，一定会找你算账的。你好自为之吧。
森哥让你过去一下。